哇，好可爱的汪星人和喵星人。宠物与我认养故事来分享，现在就将你和认养的宠物合照，并写下你们的温馨互动 email 至悠悠信箱，就有机会在悠悠 TV 和大家分享你们的快乐。悠悠 TV 和你一起关怀流浪动物。